7月1日，金秀贤在京畿道坡州市林金阁和平钟前进行了退伍申报。在当天的退伍仪式上，金秀贤发表退伍感言说，今年上半年还没有决定作品，所以明年开始将有新作品与大家见面，敬请期待。金秀贤退伍所属社对此表示，不知道金秀贤下一部作品是电影还是电视剧，他短时间内会消化广告拍摄等日程，正在讨论下一部作品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